逻辑上跟刚刚那一题一样，第一个你要去思考说，哎，你要宣告对不对？那宣告的话呢，你要必须要知道说呢，有哪些东西啊，画面上会用到的。那画面用到的是这个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个要先宣告它，它叫 text view 哦，所以 text view 我比如说给它 T01 啊，大写的 T01。然后呢，底下会有 button 对不对？总共会有12个 button， 所以我就宣告12个 button， 分别叫 B01 一直到 第一个是 B00 哈 ，B00 到 B11 这样子，那也就是宣告总共哦加起来是13个物件，13个物件之后你要做13次的连接，连接之后呢再做按钮嘛，按钮要做几个，总共会有12个这个事件，所以你要做12个事件的触发，所以怎么做呢？基本上第一个一样哦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第一个哈，首先宣告，那宣告的方式啊一样，所以你就打一个宣告，对不对？宣告什么 ？Test View T01 对不对？然后呢 ，Button 有12个，那你当然不要傻傻的哈，从头到尾这样，你就直接怎么样呢？一行 B01 一直到10，那我这边设置的方法是这样啊，这个是 ID 是 B00， 那这边是 B10。哦，那这边是 B1， 好，所以会有00到11，所以这边总共把它宣告总共12个按钮哦。好，那再来的话，连接在哪里？也在这边连接哦，所以特别注意位置哦，一定要 set content view 下面这边哦 ，main 下面连接的话跟前面是一样哦。那特别注意，刚刚有同学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他这边一直 R 没办法出现哦，后来发现哦，它是放在有中文档的资料夹里面，所以哦，特别注意，你尽量不要放在有中文档里面。有的时候，即使你放在桌面上哦，也有可能会发生错误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些电脑哦，它的桌面就是名称就是桌面，那桌面呢就是出状况。啊，有些叫 desktop 就没有问题，可是有些叫桌面，哦，完蛋。那这个也是很多学生跟我讲的，因为我都没有问题，我放在桌面上都没有问题。可是他们说一回家，因为他的桌面哦就是中文名称，一直撞就撞不起来，啊，一直出不来，所以特别出。